座驾都拆了，别给特工反击的机会。他们在破坏我们的座驾，我们必须阻止他。我和赤飞去引开忍者猫的注意，南方包用水果电池启动车子。明白，行动。想要吗？来拿。又是你们，大猫咪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兔子亮丽。太好了，座驾重新启动了。哎，啊，无线充电装置，让我给其他座驾充能。大家快用座驾，现在准备好了。神力摩托，这不可能。使用装备也没用，我现在可是力量最强大的森林之王。让你们尝尝我强大的力量，高能弹，搞定。刚刚发生什么了？忍者猫，到此为止了。我会记住的。啊，又让他跑了。不过危机解除了。特工软硬他有妙招，来切开层层的问号，加上是非与蓝方包，一起合力解决丛林动物的烦恼。探索的路，成长的路，没深度。Go， 快快快快走起，一二三，接力破难题，解开谜底，无极限，快快快快变装 ，Go Go Go， 出动。